大家好，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意境周秀慧师生拼布年展。那以我们协会第一次的首展，那我们的协会是云林县本港文创拼布发展协会。然后这在场所有的作品都是由我们会员然后去缝制出来的作品。我们展场的系列就有拼布吧、风景画、印象画跟拼布马赛克。好，这都是拼布的元素，然后以布下去做生活化跟艺术的呈现。此次的展览有很多学员的首展，像人画、志向画这个，还有国姓爷啊、九天玄女等等，所以期待大家可以过来亲眼目睹。这次啊的展览主题啊，也有一幅我从美国刚回来的作品，那个神将铁卫，然后希望哈大家也可以亲眼来目睹神将铁卫的功法。我们的展期是从11月2日到11月24日，欢迎这段时间大家踊跃参与，然后来参观我们的拼布小宴。然后我们意境有一系列的活动，然后很欢迎大家来参与。然后活动也在北港文化中心的网址上面，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参与。然后有缝纫机的免费鉴检，然后有刺绣的体验，也有手工的像手工皂的 DIY， 然后还有编织，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拼布元素，都期待大家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。